白老师英语教学与学习网站。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进入分级阅读。首先到我的教学网站往下移。好，下一次英文分级考试鉴定平台。click 进去之后继续往下移。今天我们要进入国中会考 A++ 阅读测验。请 click 进去之后点击连结，好，把它放大。好，我们现在进入教学画面。好，那我们首先呢，学生呢先把题目哈先看一下，写完之后，好，那再来再来听这个视频哈。那基本上阅读测验写的速度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学生就是在阅读测验方面最后面的练习哈，那个写的品质很重要。那所谓写的品质就是一个折中，就是说你要写的速度也要注意，然后你写的看的速度哈。内容的品质也很重要，不能说看很快，然后呢就是来不及就是猜或者写这样，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阅读测验是一个训练阅读哈，怎么样去看这个结构，那单字好，但当然也有影响，就是你的这个看句子的能力，因为有些句子会比较长哈。好，那我们进入教学的内容，那首先我们请外国老师听我们听一下外国老师，那学生呢顺便练一下听力哈。那之前有说听力怎么练哈，之前有讲过哈。那或许我们在这边就不再讲了。那所以试着可以不要看内容，然后听听看哈，然后再去看内容，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然后第二遍如果看不懂，再往回去看哈，先听再看。Small Rice, Big Dream, Central Taiwan News, May 13, 2008. 2 years ago, a small town in Changhua started to grow healthy rice. The healthy rice was not grown by farmers but by students from a small elementary school of only about 50 people. The idea of growing rice came from the school teachers. When making teaching plans, the teachers decided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grow healthy rice on school land. They wanted the students to get closer to the land and learn to help each other when doing the rice farm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What's better, the school made money from selling the rice and giving farming classes to the public. With the money, the school could help students who wish to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someday. Today the dream is becoming real. The students are flying to Japan to share their special farming experiences and have fun over there, of course. We all feel very proud that even students from a small town can make themselves seen in the world.said one of the teachers. OK, 那念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讲解里面的内容哦。那在讲解内容的时候，顺便给你讲一下相关的文化哈。Small rice, big dream。好，它这边用的是那个同位语，同位语是N1 N2 哈。我们基本上 N1 哈，基本上 N1 N2 就是同位语，同位语就是名词互相的解释哈。所以他说小米，小米是一个大的梦想。Central Taiwan， 你是中台湾的新闻。May 13th， 这是第十三天。2008 2 years ago， 两年前 2 years ago， A small town in Changhua start to grow healthy rice。好，这边呢是介片型，要倒过来换，要加一个的啊，在彰化的小镇哈，开始要去种哈，开始要去种健康的稻米哈 ，healthy rice，healthy 加一个 y 就变形容词哈，基本上我们的 y 哈，加一个 y 的时候不是名就是姓，所以我们有背 healthy， 我们就顺便记那 healthy 哈，它基本上是不是名词就是形容词哈。OK， 好，就这样。所以呢，这个 health 像 dirty，
是不是变形容词 ？City 是不是变名词 ？Billy 是不是名词？哈，他就如这样，他建一个开始要种那个稻米。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The hills is rise while nuts grown。这个健康的稻米并不是种啊，这个叫被动态 ，B 加 P P 加 by， 这是第五册啊有讲过的被动态。这个稻米那时候是不是被农户种的哈 ？But 哈，这个对等连接词叫右引左哈。那不是被什么种？来，我们顺便讲一下句型哈，这个对等连接词，看一下文法嘛哈，文法嘛对等连接词哈 ，and but all land 哈 ，and but all land 一定要对等，既然叫对等，一定要从右边看左边哈，所以这边呢是介片对介片哈 ，by 对 by 哈，但是是不是被，而是被哈，它不是被 ，not by but by 哈 ，by 对 by 不是被农户种的，这是被学生种的。好，这个学生是介片型，从哪来的学生？好 ，farmer A of B 就是 B 的 A 哈，我们看一下 of 的话就是 A of B， 如果是名词后面也是名词的话叫 B 的 A， 它是从一个只有五十个人的加一个的哈的小学来的这些学生种的，好，所以第一句我们就讲完了哈。两年前呢，这一个在彰化的小镇开始去种健康的稻米，这健康的稻米呢不是被农户种的，而是从被谁种？从一个只有五十个人的小学的学生所种的哈。好 ，the idea of growing rice，A O B 是 B 的名词对名词要倒过来，后面那个叫动名词哈。种米哈，种米的这种想法 come from 是从哪里来的？介片户是从学校的老师来的哈。When making plan 这个 ing 从后面抓主词 ，ing 动词是组织化的哈，所以你这个 ing 的组词就是 the teacher。When the teacher 等于 when making 就是 when the teacher。made 的意思，所以 when teaching 这边不是没有主词吗？主词就是副词子句，主词就是 when the teacher made， 所以 when making 就是在这边呢就等于什么？等于 when the teacher made， 因为它主词从后面抓哈。好，当这个老师呢做这个教学计划的时候，这个 N1N2 复合名词叫 N1N2， 老师做 N1N2 教学计划的时候，这个老师决定呢要去教哈 ，decide to teach student， 这叫名词片语哈 ，how to grow rice，how to 这个叫名词片语哈，如何去种健康的稻哈，我们顺便给你讲一下这个叫做名词片语哈。好，好，这个叫六 W two B。如果去种健康的稻哈，在 on school 哈，好 on school land 在这个学校的土地上面哈，土地不可以数，所以它没有加 s 哈。好 ，they want 哈，他们想要哈，土地为什么不可以数？因为它是连在一起哈，连在一起它不会加 s 哈。好 ，they want 哈 ，they 是代名词要代替先行词哈。they 呢有两个。类呢有两个先行词可以在前面的名词，一个是 teacher， 一个是 student， 所以类应该是在前面那个名词，而不是后面那个名词。它有两个候选的，一个是 teacher， they want a student， 他们老师想要学生呢 to get closer， get 就是够逼得到，在那边等于 be 动词哈，是接近 ，get 就是 be closer 哈 ，to be get 人够逼得到哈，够或是 be 或是到，这边是 be 哈。他们想要这个学生呢要靠近到这个土地 and 那右营左，然后呢要去学习帮忙彼此 help each other， each other 是彼此。When ing ing 呢又是从后面抓主词，从前面主要直接抓主词，他们想要学生靠近一点好，然后学习怎么样帮彼此。当他们做农耕的时候 when doing 这边主词就是从后面抓好所以呢当做to want a student when they 这个 when the student 好是所以这个 doing 他会抓最近的名词，那目前最近的名词就是 student， 他们要这些学生呢
做，当他们这些学生做，所以 ing 的时候你都要抓最近的名词，因为动词是名词化的，所以这个动词他找不到名词，他就找最近的，他会找最近的名词，应该是学生。当学生呢做这个 rice farming， 在这个做这个稻米的耕作 outside the classroom， 在教室外面的时候， what's better， 更好的是，好，这是名，这是这个在这边要当做名词子句当副词来用哈，名词可以当副词哈，所以这边名词可以当副词来用哈，这更好的是哈，这是副词哈，好，也可以当名词子句，可是这边是副词，更好的是 the school made money， 这个学校可以赚钱啊 ，made money 是个片语叫赚钱哈，所以 made money 是赚钱，学校就可以赚钱哈。好，学校就可以赚钱，从这个销售这个 rice and giving 爱诱因做，从销售这个米，然后给那个农耕 giving farming class to the public。好，他可以赚钱，从哪里赚钱？从那个这诱因做这边，所以 ing 对 ing， 再假定说这是 A 的话，这边就是 B， 两个动名词在。又赢左哈，所以好，从第一个呢就是卖米，第二个就是给这个农耕课给大众 ，to the public，the public 是大众，好大众哈。那 with the money，which 是汉有用哈，国中就是汉有用哈，汉有用哈，有啊，高中就这样伴随着因为哈。所以我们现在讲汉有这个钱，我们换成有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看常用的介系词好了。好 ，with 是汉有用嘛？汉有用，高中就是加伴随着或因为哈。目前用就是有就好了哈，有啊，这是系统性的教学方法哈。有这样的钱呢，这个学校呢能够帮忙学生哈。这个是形容词子句哈 ，let 加 be 在句中 ，let 等于 who or which 哈，帮忙这些学生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快速形容词子句。好，来，快速形容词 let 加 be 在句中。好，那 let 等于 who 或 which， 今天只是把 let 改为 who 而已，所以这个是形容词子句，加一个的就好，倒过来翻。好，倒过来翻译。好，所以呢，这些学生有这些钱，这些学校能够帮忙哪些学生？这些护士代表这些学生希望去外国的国家，有一天 someday 是将来有一天哦， someday 就是 some 是某一天，将来有一天他们希望能够去国外的学生，所以这个学校呢可以帮忙这些学生，哪些学生希望将来可以去国外念书的学生、哦、today the dream is becoming true 进行式，这个梦想 正在进行的变得越来越真、哦、hyphen 是补充叙述，加一杠是补充叙述。The students are flying to Japan. Flying 这是飞，不是真的飞，是坐飞机的。学生现在坐飞机到日本去分享他们的 special farming field， 去共享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农耕经验。好 ，and have 又引左哈。好 ，and have fun over there。好，这边又引左，我们从右这边是 B 哈。好，那 A 呢？A 的是 share， 又赢着哈，所以新学生呢正在飞到日本去分享他们的农耕的经验 ，N1 to 取 N2 农耕的经验哈 ，farming 叫农耕，然后很 fun over there 在那边 ，over there 就是在那边 ，over there 就是 there 在那边有乐趣。We all 是接副词贴销，我们接 feel very proud， 我们 proud of 这边本来有个 of。be proud of， 但是 let 前面不能加逗号跟介系词，所以那个 of 要拿掉。这个 of 要拿掉，本来那边有个 of 啦 ，be proud of， 但是好，但是碰到那个介系词的时候，那个 let 要拿掉。好，那这边。
这个 LED 它可以拿掉，它就一定要拿掉哈，那 LED 钱不能叫豆借，然后那个 LED 也可以省略掉，就变成只有这样子而已。好，那因为我们这边主要不是在做文化讲解，所以我们就是顺便讲了哈，所以有一些文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深入讲，因为现在主要还是阅读测验哈。好，所以呢我们都觉得很骄傲 be proud of 之类，那个 LED 前面不能加逗号跟介系词。好，我看一下能不能用，顺便跟你讲一下文化，看一下可不可以。好，这边有一个讲解一下，来，我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 red 加 sv 名词子句前面不能加逗号跟介系词，所以你看看哈，我们这边 here 哈有听起过 here from 哈，这边都有介系词 ，here about something， here from internet， here from somebody know， here from tv， 这边介系词本来都还存在啊 ，be worried about 基本上都存在的 ，be tired of， 好。介系词都存在，但是碰到名词子句的时候，介系词一定要拿掉。所以 be worried about 那个 about， 它那个 about 就要拿掉，一定要拿掉。好，一定要拿掉，不拿掉就错了。好，那 be afraid of 那个 of 就要拿掉，这一定要拿掉哈。那 be tired of 那个 of 一定要前面要拿掉。那个 let 也可以省略掉，因为它是受词。be surprised and 那个 it 要拿掉。好，也就是说名词子句那个 let sv 这一个名词子句前面不能加逗号跟介系词。好，所以在不是 let 的情况之下，介系词都还存在的，所以我提醒你哈。好，因为这个是我现在教的是教内容，顺便教文化哈，是这样，哎，顺便练听力，这样不是最好吗？好，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资优班的学生哈，就是我当然就是会针对你挫折来讲，那会更有效率的哈。那现在呢，我们也是一般程度的哈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教的比较仔细哈。好，所以这边 the student are flying to， 这个 flying 不是真的飞，是坐飞机飞的，顺便记单词片语。好，我们记单词片语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写阅读测验的时候顺便记单词片语，这样子我们一样可以把英文的实力把它提升起来哈。所以呢，这飞正要做飞到日本去共享他们的农耕经验哈，然后又英佐还有动词，对动词有在那边有乐趣。当然呢 ，we all always 接，我们都感觉 be proud of 那个 of 省略掉了哈，不能写哈。我们的列的前面不能加逗号，你心里面想有，可是不能写。Even student from a small town， 介片型从一个要介片型是从后面翻到前面加一个的，甚至从一个小镇的学生也可以使他们自己被看到 ，make themselves win， 就是这个叫 VOB， 使他们自己被看到。来，我们看一下文化嘛，哈。好 ，VOB 的话是这样哈，实义动词哈，加受词使他们自己哦。第二个是 PP 是被动态的意思哈，使他们这个 O 是受词，使他们自己被看到。第二个哈，好 VOB 就是两个动词 be 进的处理，总共有七套公式哈。那我们在这边因为是阅读测验，所以这边是有空再跟你想讲哈，啊，或者是说这个家教课程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可以跟我联络哈。好，所以呢，是。使他们自己，这个要翻译做使他们自己被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他们自己，他们就代表学生。从物主词就加 self， 从物主词或受词都会加 self。好，所以呢，使这些学生他们自己可以被看到，从物那个主词学生。好，好 ，said one of teacher， 你可以写 one of teacher said one of teacher， 人说人都可以，倒过来写也可以 ，one of teacher says 也可以 ，said one of teacher。好，好，这样我们就大概讲这样的内容就可以了。好。那我很快的先做题目之后很快再跟你讲答案，再跟你讲那个详细的部分齁。再做精简的复习。好，来 ,what's the
reading about reading 就是这篇阅读主要是有关于什么东西哈，这边 reading 就是阅读了哈。好 ，A a successful teaching play。好，这边是不是有讲到教哈？这边是在讲教那个，我们这样看，它是一个教的课程嘛 ，teaching play， 所以它是一个教的课程没有错，哎，因为这个讲这个教怎么样种稻米，好，所以这个是对的，好，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应该就是 A 了。好，那第二个答案新的方法 cooking right， 因为这个是错在 cooking， 我们现在是种，但是我们讲主要是关于主要文章主要不是煮饭或是种，主要是怎么教大家怎么种，主要是在讲这个课程，所以你想 cooking right 这个 cook 差太多了，而且他也不是讲，他也没有讲新的方法，我们这边并没有讲新的方法，我们这边只有讲怎么种，那至于新跟旧并没有提得那么仔细、哦、好 C a language class 这个当然它不是语，所以这个这你看到不这边没有提到任何的东西语言，所以这个叫风马牛不相干、哦、这是风马牛跟好 D a famous teacher 我们没有这个小镇的名师，我们并没有提到那个有名有没有名，我们这个老师你有看到不要相信你看到的意思，要相信你看到的字哈。所以你去查查看有没有有名。我们现在看只有老师啊，没有有名的老师，所以这边都没有有名，所以我们当然不会讲有名。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 A。第二题 ，What is said in the reading？ 这个叫做什么？叫名词子句。What is said？ 这个呢，什么被说啊？这是问句，对不起，三 W V 单。什么是被说在这篇阅读里面哈？好 ，A， farming makes student healthy。方面问的农耕哈，农耕使学生健康，我们并没有提到学生健康，应该是做健康的道，我们这个健康只有看到健康的道嘛，好，健康的道，所以跟学生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叫鱼目混珠题哈，鱼目混珠题，健康是有健康，但是是道健康，不是人健康，是错在那个健康哈。第二题 ，farming helps students make money， 是学赚钱，你现在找赚钱是学赚钱。是学校赚钱，所以又是鱼目混珠题，所以呢，哦，对不起，是学校赚钱，是学校赚钱，所以这个是使学校赚钱。Helps， 那第二题的答案就是 B 的，好，是答案就是 B 哈。C， the school bought the land from the farming class， 这个买土地，你看看学校买土地有没有买土地从这个农耕课。从 from 是为了农耕课买土地，这个土地你现在看土地就好 land， 你找那个土地，土地是用买的吗？还是什么都没讲？你现在看哪里有 land 啊？你看这个题目里面，好、哦，这个题目你找那个 land 就好了。好，第一，你现在瞄一下看哪里有 land。好，这里有没有看到 land？ 就看到这边有 land。第四，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然后他并没有说这个土地是怎么来，所以你只要找那个字相关的附近就好了，节点就可以了哈、哦。所以他这边呢并没有讲到 land， 所以这个 land 根本无法得知，好、哦，是不是用，是不是买的？所以这个是无法得知，所以这个要打问号，无法得知，鱼目混珠，这个就是什么风马牛不相干哈、哦。我们风马牛不相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提到，我有提到土地，可是有没有买到买，这个连讲都没有讲，所以无法得无法。光芒的无法得知，因为我们没有讲，有讲土地，但是并没有讲它是用买的还是租的。好，第一个 ，It is important for farmer， 一直是代替 to 哈 ，to make good use of， 就是利用，善于利用。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字善于利用哈 ，make good use of 就善于利用，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字。农夫很重要，对农夫善于利用土地哈，当然我们说，哎，我们从盘。从常理判断，这个不是很，这是本来就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利用这个问题，利用土地的问题。好，这边你看看，从头看到尾，我们都没有看到利用土地的问题。好，我们这边提到是种健康的稻，并没有讲到利用土地的问题，所以这边地方也算是没看到，也就是风马牛不相干，所以我们就只有看到。就像李昌一所讲的，不要相信你看到的意思，要相信你看到的字。那我们目前只有看到他是说怎么赚钱哈，有这个看到，所以答案是 B 哈。好，第三题，What's the dream？ 这个梦想是什么？梦想是种健康的稻嘛？我们
这是建造更多的学校 ，V 拜访更多的外国家，学习在课外学习哈。那到底这个梦想是什么？因为他说梦想这个梦想是在这边哈，是 small rice 是种小米啦，好，所以这个梦想是要教人家什么种小米哈，所以呢就是种小米，所以呢答案呢是什么？梦想。是种小米，看起来好像是种小米，可是问题为什么不写种小米呢？这边看起来是种小米，这边没有讲种小米，它只是小米、哦、那这边看起来是小米没有错，可是你这边整个课程的内容都是在教这个课怎么样教学生来种小米，所以呢，这个梦想是种小米没有错，但是学习在教室外面的学习好，所以种小米是大家都可以种啊，现在不是大家都可以种嘛，所以这边就有点要思考，就说，哎，种小米是梦想吗？好像是哦，因为照这个题目看是种小米嘛，但是我们再看下去，他是说这个教室是要帮学生种小，帮助人们来种小米，所以这个梦想并不是种小米，应该是。最更好的答案是 D 哈，就是学习从教室外面学习。那为什么说种小米不是梦想？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在种小米了，好，所以这边的答案我们是选What's the dream？ 等一下，对不起，我看一下。好，有这个钱，这个学校能够帮忙学生去国外国家。好，那 today the dream is becoming real。好，这边对不起，我刚才没有注意到的 dream。好 ，dream 有两个字，这边是 big dream， 但是下面又来一个 big dream， 有没有？这边有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 big dream？ 所以你要以下面的为主，以下面的 dream。所以这个的 dream 就是去国外，所以这个答案呢，我刚才讲错了哈，我刚才是看到那个最哈，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 C 的，好，所以这个梦想，因为这边是要看，不要相信你看到的意思，相信你看到的字。虽然说这边有 dream， 但是 the dream 是下面的那个的 dream， 好，就是学生要去到国外念书，上面那一句是国外念书哈。好，这就是第一个哈。好，那有关讲解的内容呢，我们很快的再讲解一次。好，来看。解释画面，好，小米的大梦想，好，是中台湾新闻5月13号，2020年前，哈 ，A small town is in 台中，在台中的小镇呢 ，start to grow healthy rice， 开始种健康的稻米。The healthy rice was not grown by farmer， but by students from a small elementary school of only about 50 people。这个健康的小米呢，不是被农夫种的，但是是从一群小学只有50个学生的小学的学生所种的哈。那 the idea of growing rice come from the school teacher， 这个呢种小米的观念呢是从老师来的。When making plans， when making teaching plans， 在当这些老师呢在做。When making the 从后面做好做 ，When making the teaching plan， the teacher decide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grow healthy rice on the school land。当学习计，当这些老师在做教学计划的时候，他们决定让学生学习如何去种稻。They want the student to get closer to the land。他们希望学生能够靠近这个土地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when doing the rice growing farm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好。他们呢？当他们在做这个稻米耕作的时候，在学校的教室外面的时候，他们想要学生靠近这个土地，然后呢学习如何去帮忙彼此。What's better？ 更好的是 ，the school made money from selling the rice and giving farming class to the public。更好的是学校呢从卖稻米跟给这个大众农工课来赚钱。With the money， 有这个钱呢 ，the school could help students who wish to go to foreign
country someday。有这个钱呢，这个学校呢可以帮忙学生，希望去国外的学生。好，有一天，那 today the dream is becoming real。今天这个梦想是成真的。好，补述 the students are flying to Japan to share their special farming experience。学生呢现在飞到日本去分享他们的农耕经验 ，and have fun over there， 在那边有很不错的乐趣。Of course， 当然是这样子。We all feel very proud of that。我们这是非常骄傲，那个 of 要拿掉，骄傲 that。Even students from a small town， 甚至从小镇来的学生，能够使他们自己被看到哈。We all be 在这个世界上被看到，一位老师说的。OK， 好，那这样就是第一篇哈。我们接着，好，接着来看第二篇哈。Two dot when you hear birds sing.